三个。哎，煮饭，煮饭。把这个南瓜苗洗一下，泡一下水。这个拿来煮汤好好吃，我等一下煮。用这个马铃薯煮一下这个鸭子给小孩吃，看好不好吃。这是鸭子，先把它擦干水用。是这样子煮这个南瓜苗，放点水来煮。放两个蛋进去就 OK 了，整个汤都好好了。南瓜苗汤就做好了。我们这里很喜欢吃这个汤呢，煮熟就得了，煮好了，就等小孩回来，放学就回来就得吃了，小孩一下子好了 ，OK， 关火，鸭子也得了，今天晚上简简单单的。这就是我跟三个小孩的晚餐。回来了，准备吃饭了啊！我也写完了，我一节课我就写完了。有两节课写英语啊？两个月。哦。一节课。诶，我的呢？
简单的，这个鸭子，这个是鸭子炖。马铃薯，炖鸭子。来，这个汤。对呀。这个汤好好喝的哦，这个是南瓜汤。南瓜鸡蛋汤。这个是土鸭吗？是啊。慢慢吃啊，多吃点。吃饭啦！我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子带几个小孩，一二三，晚上是三个小孩，中午是四个小孩。你干嘛，周彤？拿个针。嗯。我们这里这个南瓜苗好喜欢吃的，很好吃。那么多呢，多吃点鸭肉啊，加点。嗯嗯，好，